来看中国大陆的疫情焦点转向了，广州出现了 BA.2.12.1 境外输入确诊。那么这款的变异株呢，比原来的 BA.2 传播率要快23%，现在正在密切注意当中。另外，北京的疫情持续升温，17号新增感染69例，因此北京官方要求搭地铁、公车现在都要刷健康码。正在闭馆的北京故宫这时候只好推出数位云游。那么至于上海呢，疫情趋缓，封控区的人口现在是86万人，因此画面一开始会看到在上海医院附近的街道车流人流逐渐回归，车水马龙景象再度出现。上海开始分阶段解封后，街道上车流人潮渐渐回归，特别是医院周边，前段时间无法回诊，管控一放开，赶紧跑医院。这个由于医院周边的这些大型停车场啊，处于一个临时封闭状态，所以给这个就诊的市民朋友呢，造成一定的停车难的这个问题。还要出动交警指挥交通，开放医院周边车道临停。另外，在超市、卖场，就怕大家一窝蜂报复性消费，特别定出限时限购，像是每人采购时间仅45分钟，生鲜蔬果限购2袋，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00元等。我要买7个人的东西有点不够，时间应该也限制，因为后面还有人，关键10个期嘛。超过一个月的封控恢复需要时间，上海疫情持续趋缓，封控区涉及人口数降到86万人。大陆疫情焦点转向，首都北京17号新增感染69例，主要4条传播链，涉及市场、快递、公车和中铁公司。官方要求即日起搭公车、地铁都要刷健康码。现在疫情这么严重，前两天公交车上都出现这样，是吧？这样也挺好的，只是希望疫情赶紧结束，不要这么麻烦，因为还是会影响正常的生活。疫情威胁恐怕没那么快结束。大陆疾控中心证实，比目前大陆流行的 Omicron BA.2 传播率快23%-27%的 Omicron 新亚变种 BA.2.12.1 已经进入国门。这名患者4月23号从肯尼亚入境广州白云机场，经过基因测序显示为奥密克戎亚型毒株 BA.2.12.1。这名确诊目前还未造成大陆境内传播，疫情挑战带来许多改变。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，以往大陆的博物馆都会举办相关庆祝活动，但受疫情影响，像是北京故宫就处于闭馆状态，但也借此推行数位云游。他用图、表、包括文物结合起来，比大家，看展览的时候，更直观。故宫找来一群文史专家录短片导览，更吸睛的是，拥有168万件文物的故宫，要将藏品一次展出几乎不可能。但透过数位化，文物在手机上 3D 呈现，可以旋转、拉大，看个仔细。数字化产品，故宫已经进行了。70多万件文物的产品的数字化，每年大概在以8万件左右的速度在推进。线上参观是博物馆在疫情下未来的发展趋势，而大陆近两年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，当属三星堆博物馆。有了新一批出土文物加持，去年入馆人数达到147万人次，增长381%，创历史新高。从福建来的，很神秘，就其他地方好像都没有见过这样子的文化。看了新出的纪录片《又见三星堆》，对古蜀文化其实还蛮想了解的。今年3月，三星堆博物馆还砸人民币14亿建新馆。新馆建成后，面积将是现在的5倍。至于前几年很夯的博物馆文创商品，继续延烧。每月三星堆博物馆都推出6到8款新品。最近话题很高的是这个附上小铲子，自己动手挖古物解谜的桌游。能够体验一下当时这个挖掘文物的这些新奇感。去年底统计，大陆博物馆总数突破6000家，增长6.8%，在疫情下不减反增，博物馆找寻出一套疫后生存术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，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，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